气啊，你很美。哎，新郎出。小朋友在前面一点，两个小朋友在前面一点，来，还会不会有前面一点？直到永远。好，加油！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的新娘为新郎戴上戒指。好，新娘的心将一生一世的只属于新郎，套上戒指之后永远在一起。好，接下来他们要为我们讲一下结婚的誓言。我们先来问一下女方。好，双方请面对面。好，我们来问一下女方淑君的誓言。有人说听不到，来再一次。就是结婚后，希望他能够，更爱对我们这个家庭，对，或更爱我们的家。
谢，现在换我们的新郎。哎，新郎请宣读你的誓言。你这辈子就交给我，我会好好照顾你。好，大家鼓励鼓励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接下，请新